Baskin Robbins 在首尔开到成行成市，为什么要特登走来清潭这间分店？其实这间是 BR 的旗舰店，最特别的是它有100种雪糕口味。要在这里选了雪糕先的，有些是这间店的限定才有的。有这么多款雪糕选，选择困难症即刻发作啊。好似就係青檸味喎，但唔知咩黑色，都 OK， 佢幾清甜，少少酸，幾開胃。試埋呢個 popping topping， 有啲芒果啊、菠蘿味咯，佢入邊有少少爆炸糖，但係嗰個爆炸糖個感覺唔係話好出。我最中意都係芝士味，你中意咩？呢個買唔到啊 ！It's mine。记得要先登记 BR 的会员，在店内消费就可以免费影四格相一次，还有一次机会夹走礼物。门口打卡墙入面的粉红色匙羹，上面还有不少名人的签名。店内空间广阔，血拼行到攰，不妨来这里中场休息一下。